王奕专程由惠州来到香港出席珠宝品牌的慈善活动。他透露现在在当地拍摄电影《东成西就》，还因为吊威亚所以令到手脚受伤啊。对于有指大陆女星抢香港女星的饭碗，王奕就表示他说自己好幸运。我六月份要上映的那套《财神客栈》就是跟阿 sa 合作的，阿 sa 谢霆阿展阿 sa 谢霆锋张家辉还有那个潘湘湘一起啊，对是喔，有埋潘湘湘，咁会不会因为他之前的绯闻嫌弃他啊？我不太了解他，你有没有被生气？没有，对，所以我不了解，不了解也没法去评价。嗯，对。